今天又跟几个好朋友来挑战嘉明湖。那我们这一次是很简单，4天3夜。但是其实想一想，其实也没那么简单。那我们其实都还蛮期待可以看到大景。好，那现在啊，到向阳山屋，那我觉得哇，这边的设施啊，还有住的床啊，我觉得都还蛮舒服的。我们今天4天3夜啊，蛮不错的，因为不会有很赶，然后很累，就是你知道，慢慢慢慢的走，然后享受沿途的风景，取餐。耶、yeah ！好，那刚听了一下、啊，就是有鱼、有肉、有虾、有海鲜，然后有热汤，嗯，应该还不错。然后我看到一个，云欸，云，然后再往山上爬，很漂亮，超美的。因为今天天气真的超好的。现在大家都在拍什么呢？黑水塘。黑水塘，太开心了，1公斤终于可以倒在这边了。其实1公斤不重，但是背起来爬坡真的还蛮重的。耶！落差啦！还好没有下雨，背景随便都是好看，有没有？哇，关山大崩壁就是这里，快快快快快，哇哇，天哪、啊、天哪、啊、太漂亮了。真是没完没了啊！你看，本来以为我们已经在山上，结果后来你看后面那个，还有更高的。好，上来了！哇，上来了！哇！在哪里？哇，3000多，3602。好，那我们就是4天3夜的行程其实很松。然后唉，本人就是疑似高山症。那当然大家听到高山症就觉得很恐怖，有没有？但我就是在走的时候就有点头痛，然后走过来这边的时候就发现说头痛就是有持续，然后就觉得唉还蛮难过的，然后所以就赶快去休息。所以记得就是如果爬山的时候有头痛的话，其实就不要紧，赶快去跟你的伙伴讲，然后充分的休息这样子。好了，今天是第3天，那我的高山症的头痛啊有比较好一点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带着很兴奋的心情要去嘉明湖。好处就是我们就是轻装，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个山屋那边，所以我们就只要带我们要的东西就好。这里是向阳北山，风超大。要穿很多衣服，注意保暖。看到向阳北山的时候，你赶快把你的那个羽绒外套啊穿在里面。
哇，天啊，好美哦！如果你要带空拍机的人啊，小小的一个分享给你们，就是参考一下，就是这边风很大，然后如果你要拍空拍机，我觉得 OK， 但是就是最危险是你降落的时候，我觉得你降落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，因为风太大，它会一直在那边动，所以尽可能找一个平地。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团这次选择四天三夜啊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舒服，不会太赶。你知道这个嘉明湖对我来讲是一个七八年前的梦想，因为我之前看人家影片分享超漂亮超美丽，然后就一直想说好，我之后一定要就是锻炼自己，然后来走一趟。那虽然就是有一些高山症啊，然后有一些就是疼痛，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。那就是如果你们假如想要来这边看看嘉明湖的就是美丽的身影啊，我觉得真的很鼓励大家来，然后可以用四天三夜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。好，那最后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会喜欢这个频道，欢迎订阅分享跟按赞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